merchant vessel, the Rover, is missing. She most likely went adrift near the southern coast of Formosa. China's. 斯卡罗改编陈耀昌小说《傀儡花》，故事取材真实历史。美国商号罗妹号在恒春半岛南端附近发生船难，船员误闯排湾族领地遭到杀害，造成罗妹号事件，引发美国出兵攻打台湾，清廷也派兵南下。这样一个罗妹号事件造成美国的领事来到这个岛屿调查，然后再跟当时的斯卡罗的大头目佐奇杜，他订立了一个友善的合约，叫南甲之盟，第一次的国际条款，他开展了后面整个台湾的历史的命运。不会再小偷两包了，两位啊，你老总，我的不安排啦。故事也讲述各种外来势力对当地原住民部落以及宜肯的闽南客家人带来冲突与震动。参演的演员也要苦练各种语言。顶油的人吃无够水，阮查车是要安那过阵？水嘛，莫用啊，带哪里去抢？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从发音、名词到句子。然后又重新把我记忆中的母语给找回来了。会觉得说你参与一部作品，你会感到骄傲。那你活在这片土地，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或是认识我们的过去，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要呈现150年前的时代氛围，不论服装、道具、场景都要十分讲究。斯卡罗历经3年筹备，斥资2亿元制作，参考日本大和剧的形式，带领台湾民众认识自身故事。除了有政府前瞻计划的补助，也有民间团体的赞助。斯卡罗全球首映记者会，副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平均起来，一集大概1000多万元，在台湾拍电影的方式，在拍电视剧。可以想见呐，哈，政府的这个决心，啊，还有民间的大力支持。傀儡花是一个政府对影视产业的一个投注的一个真正有企图的开始。导演曹瑞元指导打造史诗级巨作《斯卡罗》。曹瑞元表示，台湾影视产业目光必须放眼国际，走出去才能够有活水，扩大整个影视产业规模。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嘉伟、庄玉婷，台湾特别报道。